大家好，我们是东京走的桥，我是鲍勃，我是晚安。今天来到 JR 高原寺站的高架桥下，一家烧鸟店叫做玛丽托拉，去试试看吧。高原寺啊，在高架桥底下有很多风味的居酒屋及串烧店。这是竹笋哎，那个腌竹笋的超好吃。哦，又脆又甜的哎，哦。爆出来的纳豆哎，虎皮卷纳豆，超纳豆的，超纳豆啊，真的很特别。敢吃纳豆或是没有尝试纳豆的人，可以试试看这个紫苏卷驾到，紫苏包肉，好吃哎！它里面的肉啊，吃起来非常的新鲜，然后那个紫苏的香气搭配起来。拜拜拜拜，鸡团子跟鸡肝，加瓜波瓜，肝烤得很嫩很 Q 哎、欸，我有那种粉粉的感觉，然后加上它涂的那个酱，够味。鸡团子吃吃看啦、啊，它这个酱啊，配上这个鸡团子的那个味道，真的超搭超棒。来吃下这个培根爆肚子，它培根烤的脆很油，还配一点芦笋解腻，赞赞赞。以上就是今天介绍高原寺的玛丽托拉串烧店，我是鲍勃，晚安，大家下次见，拜拜。